一个最搞笑的，这个叫做空寂，就是一个木栅栏。然后呢，然后我觉得摆放上的人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是啥意思。我觉得它原本应该是放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展览，然后呢露出一个空，然后呢他想告诉你，在这个因为有这个围栏，让你知道这个地方虽然看上去空空如也，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界限，这有一个空空的空看不见的空间，看不见的一个小世界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摆放者，展厅的摆放者就省地儿，直接给他扔在柱子边上了，我也是醉了。然后这个也是好搞笑，这个你猜这玩意儿叫啥？叫石莲曲。No， 这是莲花，莲花是石头做的啊。然后就是一个琴的造型，所以是曲啊，简直就是简单堆砌嘛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个摆放者都是有意的，他们是真不懂假不懂，他们是来搞笑的。那这个梵天净土这个东西，其实你看从下面看还是有点那个意思的，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呢，他非要把它弄成这样子矮矮的，从上面看，反正我总觉得啊，他们都是故意的。当然，你从这个高度看也没有说难看嘛，但是我感觉反正总觉得别扭。然后这个是莲，这个高度是合适的啊，不是藕藕，就是一个个洞像藕一样。还不抵这个外面窗外的造型，这个还有点艺术馆意思。我感觉他们这上面最上面这层作品都是不知道在侮辱谁。啊，搞笑的很。看到这个了吗？这个是大海的孩子，我老想到了支付宝五福集五福活动。然后这个揉碎的易拉罐，不要以为把它巨大化了，我就看不出来它就是个被揉碎的易拉罐。你看这里还有这个保质期十个月什么什么，就明显是揉碎了那个易拉罐。然后起个名叫黄就算艺术品了，醉了我。然后还有这个天梯，不得不吐槽，这个不就是一根大型的木头，然后上面稍微锯了锯，这就算天梯了。哎我去，那哪年的作品？还贵重物品呢，2010年。我总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来搞笑的。然后这个，你猜这个作品叫什么？这是个作品哦，不是个天然的松树哦。给你看，这是个拼接的，所以他的作品名就叫松树。